镜头将会在3月13日周五晚间10点在公视的 HD 频道做首播，就是拍了两天的时间，就是场景就是家里跟妇产科这样子。好，两位看一下右手边。好，那不我们从雅音开始个人招展拍哦。好 ，OK 吗？喝红酒的何家宴哦。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表现呢？有别于以往的演出呢？等一下我们就会在爱情的镜头抢先看当中。那一场戏其实也是我们第一天拍的第一场，然后我必须要在，其实那个地方叫，那你说一下。哪里？就是它是一个小房间。对，小房间。我害羞，不敢说。取经室。哦，取经室。对，没说不敢说取经是嘛？我害羞，我害羞。是是是。所以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然后第一天的第一场戏，就是我就必须要取经。我没有帮他取经。我来跟他好好的，就是身体言语上的沟通一下。是是是。所以你觉得跟那个李安的儿子拍戏的感觉，就是压力会很大吗？会有不一样的压力？我会觉得一定会被大家检查，就是我觉得每个演员应该都有相同的感觉，就是你在拍任何一个角色，尤其是这么好的制作之下，你一定会被大家检查。然后我觉得对，因为李淳应该在拍戏的过程还是会跟爸爸妈妈讨论剧本跟演员，然后你会相对之下会想要知道说，哎，那我们可以再多做点什么努力，能够更好。所以他有跟你讲说没关系就来吧，我爸已经说 OK 了。倒是没有，这倒是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既然爸妈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，其实身为演员就是导演说什么剧本写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。那反倒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有料就报，紧拨电话，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，或苹果日报 APP 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，爆越多捐越多。